好，林志颖，这个爱开赛车呢，也爱当奶爸，那么狂秀的跟儿子 Kimi 的亲子照片。昨天呢，他突发奇想，把两者合为一，就是在驾驶座上呢，抱着儿子假装在开车，而且上传到微博，说 Kimi 方向盘后面的拨杆右边是进档，左边是退档，油门我帮你踩哦。虽然车子呢并没有真的开动，但是呢这是属于危险驾驶，已经触法了。因为呢小朋友呢是需要坐在后面的安全座椅的，因此林志玲呢他可是做了不良的示范了。